别生了，来人何人？告诉你们家大王，就说岳飞来了，他们两个要还算是条汉子的话，就出来跟我单独比试一下。你算什么东西，敢让我们大王和你比试？我不算什么东西，只是比你们两个草包缩头乌龟大王强一点而已。他们要是再不出来的话， 我可就派人去掘他们家的祖坟了。你这么狠，你也太狠了吧！你，大王，你娃儿的，想把老子饿死啊？你就岳飞，你还没死呢，还敢来？有本事就单挑独斗！ 打完了好就老子们回家吃饭，在这儿耗着算个屁本事啊！大哥，别理他，这小子是享受第一武士。你们上！我们已经把你们包围了，里面的人听着，我们已经把你们包围了，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投降吧！你欠钱已经被包围了，这里不安全，我们不能在这儿待下去了，必须快点离开这里。好像已经打起来了，打得这么凶，到底谁能赢啊？那怎么办啊？岳飞功夫了得，大王岂是岳飞的对手？哎呀，怕什么？ 我们山寨兄弟那么多，大王一定会抓住他们的。对啊，哎，不行不行，哎，万一岳飞他们给大王抓住了，他岂会饶过我们？是啊，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。快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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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们两个别看了，我只是不想损失那么多的兄弟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两个一个公平决斗的机会，你们两个人对付我一个，如果你们赢了，我们所有人归你处置；如果你们俩输了，带上你们的人马跟我回军营。这两个山贼，给狗子报仇！等一下，他们俩答应我的事情还没有做到呢，把他们先带回去。是，大哥，
那边发现拓跋耶吾的踪迹。金贼，看你这回还往哪儿跑！拓跋耶吾，你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吧？当初若不是你派人暗算，刘葛将军岂能身中毒箭？今日你落在我手里，也算是天意，一命偿一命。你自己跳下去吧。岳飞，你的身手我算是见识到了，你若是带着这帮兄弟顺了我，这辈子荣华富贵享之不尽。拓跋耶吾，今日不除你，日后必有更多的祸害，不必我们兄弟动手，你自己就地自裁吧。跳吧。岳飞，求你放了大将军，我替他赎罪了。兄弟，好一个大金的尚武之士，你作恶多端，却害了他替你冒死赎罪。为了他的忠勇之举，你还不跳下去为他陪葬吗？岳飞，你要是有种的话就放我一马，日后疆场相见，一决高下，以多欺寡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你放屁！我们100人打你们80000人，你还舔着脸说以多欺寡？就是啊，他我二的，大哥，让我砍了他的脑袋祭奠刘将军。杀了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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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用激我，我今天可以饶你不死。啊，大哥，这……但是我要你回去给我带一句话，告诉你们金人，我大宋从今天起不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，岂能容你们侵犯？大哥，不能放了他呀！今天放了他，下回想抓他就难了。是啊，大哥。奉命捉拿，急欠急勇，得胜回营。好，下去吧。是。哎呀，区区100人呐，就绞山拔寨，端了急欠急勇的匪窝。宗帅真是有眼光啊，岳飞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。宗帅，
宗帅，岳飞押着几万俘虏回来了。好，快快迎接。好。宗帅啊，是啊。启禀宗帅，匪寇头领急欠急勇，已被我军生擒，其所率匪众八万余人，决心弃暗投明，投降朝廷，望宗帅定夺。岳飞啊，你不辱使命，扫平匪众，为朝廷立了一大功啊！真所谓敌虽众，可使无斗，屈人之兵而不可战也。岳飞，你做得好啊！没有宗帅赐给我这一百精锐，没有他们的齐心合力，奋不顾身，武功山是拿不下的。功劳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是大家伙的。当初我把剿灭吉家兄弟的任务交给你，就没有一个人相信你能带着这一百人活着回来，更没人相信你会大获全胜，凯旋而归啊。岳飞听命。在。今日我把这一百人交给你，你要把他们训练成英勇无敌的敢战士，我相信终有一日他们会成为我大宋的精锐之师。是。谢宗帅。谢宗帅。马上马上。你走吧，你走吧。不会的，好走。我走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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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着，今天晚上每个人都必须喝酒，我告诉你们，不喝趴下，不许回去睡觉。好，不喝趴下的谁都不许回去睡觉。好，干了，干干，走，一起来，干了。Thank you.
吴主，这个战车叫什么名字？还没有想到合适的名字。老二，你平常不是喜欢舞文弄墨的吗？你说叫什么？佛曰：浮屠佛也。观音娘娘高坐于莲花宝座之上，手持九级浮屠宝塔，妙相无穷。老二，你啰里啰嗦念什么经？到底想说什么？浮屠乃是具功德之举，我看这东西来势汹汹，必要杀害多少苍生，罪过罪过呀！浮屠浮屠，金戈铁马，我看就叫铁浮屠。皇上，你以为如何？好，就叫这个名字。这铁浮屠加以时日严加训练，他日必能所向披靡，横扫疆场。好，吴主，你抓紧训练。南下之日，我们要大规模运用铁浮屠，让他们看看我们大金的天威。皇上，以我们现在的骑兵，一样可以大获全胜。那些南蛮子根本就是绣花枕头，不堪一击。战寒，轻敌可是兵家大忌啊。吴主，你需要多长时间？就给我半年的光景，练就这个本事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好，那我就耐心等着。今天先看看这铁浮屠的威力。是，皇上。我东路大军自燕京出发，西路大军自太原出发，两军会师于黄河以南，行动迅速，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好，拓跋野兀，末将在。拓跋，两军交兵，阵前联络极为重要。你打算如何啃下象州、磁州这两块硬骨头？说出来让大家心里有个数。是，承蒙大帅信赖，此末将在阵前就通敌之权，让野兀对磁州、象州之情势颇有定夺。好，指出来让大家看看。是，这攻打磁州和象州可以由三方面出兵。第一，东路军从大名府军部出兵。第二，西路军由太原军部出兵。第三，东路军与西路军会师之地经过新乡和汤阴，直取磁州跟象州。如果三方面都不想劳师动众，你还有什么办法？这最好的办法就是动员吴公山的吉倩吉勇，让他们下山举事，兵犯二州。
你可安排妥当？末将已经布置妥当。好，皇上，您意下如何？吴主，你怎么看？皇上，我有几句话想和拓跋耶吾说一说。战汗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拓跋要是有什么不妥之处，该打则打，该罚则罚。好，拓跋耶吾，吉氏兄弟拥兵八九万，为何要帮咱们？没那么便宜的事吧？哼，四太子英健，两人已列出明码实价了。哼，有了明码实价就好办。怎么个要法呢？这磁州归汪伯彦，急欠料定五天就可以拿下，索价五万两。相州归宗泽，急欠料定必有苦战，索价十五万两。两处一次拨付，共二十万两。末将等着这二十万两银子办事。你这是向我要白花花的银子？越快越好。好，谢谢四太子。老子，这个够快吗？你要教训我的人，是不是也得给我个说法？那我就给老大一个说法。好大胆的狗奴才，蜈蚣山清风寨起了大火，急欠急用，关进相中大牢。你胆敢跟我要二十万两银子，还说一次拨付？呸！拨付给谁呀、啊？是拨付给你拓跋耶吾吗？太子，太子饶了我吧。大家看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堂堂的大金先锋官，被宋人一个小小宝义郎给擒了，你还有脸回来？太子，太子饶了我吧！今天要不是不想扫了皇上的兴致，我一刀把你砍成两段。太子，太子饶命啊！太子饶了我吧！太子，饶了我吧！太子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饶命啊！大帅，大帅，大帅救我呀！大帅救我呀！大帅，大帅，滚！谢大帅，谢大帅。吴主，啊，谢皇上。大敌当前，我们自己可不能乱了分寸。拓跋耶吾这个狗东西，他居然想诓骗我大金的银两，罪不可赦。不过，他刚才说的策略，我倒是听进去了一二。不知道你们几个有何高见？皇上，那宋兵本来就不堪一击，如果再有了老四的铁浮屠，我们大金的大业就指日可待了。我认为这个时候就应该趁热打铁，趁着我们东西两路大军合并在一起，兵强马壮之际，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，浩浩荡荡地杀入边境，让大宋的狗皇帝好好见识一下我们大军的威风。好，这汴京城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得多，我们要把它攻下来，绝非一日之功。再说就是攻下来了，那些个汉人的心也不会归顺我们。
不过我们就留下个烧杀抢夺的恶名，说不定哪一天他们反戈一击，我们就成了败军之勇了。看来这么多年你长进不少啊，城池易攻，人心难测，现在你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，我真为你高兴啊。好，谢皇上。这些打呀杀呀攻城略地的我都不懂，我只知道要想真正的打击敌人，就得从他们内部花力气，不动一兵一卒就把他们给制服了。老二，你别说的那么玄乎的，你到底有什么办法？皇上，我这里有一封乞和信，是个叫秦桧的人送来的，这个人我们可以拉拢，有他做内应，我们占领宋地就有了更大的把握。秦桧？对，就是宋廷的智多星秦桧。现在看起来整个南朝官员之中能为我所用之人只有此人了。这种狗血小人，今天他能出卖他的主子，明天就会在我们的心窝子上插刀，绕什么弯子，我们只需要直接杀进汴京，杀他个三天三夜。罪过呀罪过呀，现在我军直入大宋腹地，前方未定，后方未稳，各路秦王军马正在赶来，随时可能切断我军的后路啊。依我之见，不如见好就收，咱们拿银子走人。老二，你要是怕了你可以先回去，反正我是要杀进汴京去的。吴主，你怎么看？皇上，打还是要打的，和也是要和的。宋人有一句话说得好，围城必缺，就是说围城的时候要留出一个缺口，让敌人想逃跑，所以打的时候呢，他们才不会和我们拼命。秦桧那封信正说明了他们是惊弓之鸟，和议是可以的，至于合成合不成，就是我们说了算了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赔款黄金500万两，白银5000万两，牛羊10000头，绸缎10000匹，割让太原、河间、中山三镇，合议之人必须是大宋丞相以及一名亲王。皇上不能答应啊，金人狼子野心，胃口只会越来越大，与其养肥了金人的胃口，不如背水一战，胜负尚未可知啊。皇上，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，金人以40000人马一路南下，如入无人之境啊。山河锦绣，多少笙歌柳，画着柳湖，龙歌风楼。北国悠悠，青山万里走，策马天涯，何处望神州。情难写意难解，缘难留，云天高，浮名袍，壮志愁。狼烟起，谁敢借我刀，剑问沧桑。胡马闯，誓要当尽滔天浊浪。疯狂，一边驰渡万里斩四方，熬过伤，何妨忠魂埋骨他乡。不悔一场，七尺泪湿柔肠，唱歌一曲，绿墨天涯又相望。狼烟起，谁敢借我刀，剑问沧桑。Thank you.